布科斯2022新品泡泡鱼雾化消毒机器人，专业级消杀性能，实际具备终末级消杀能力，支持过氧化氢、次氯酸、二氧化氯等消毒剂。使用二氧化氯消毒剂对空间实施预防性消杀，将泡腾片倒入刻度杯中，稀释成500毫克每升的消毒液，打开鱼嘴型雾化喷口，将稀释好的消毒液倒入溶液舱。新品泡泡鱼机身搭载智能可视化液舱线，消毒液容量不足时自动红色预警提示，当溶液舱消毒液达到可工作状态时，预警灯自动变蓝，加满溶液舱时指示灯变紫色，同时泡泡鱼会发出语音提示，消毒液已加满，别再加了。新品泡泡鱼机身灵巧，最大喷雾量达2.6升每小时。